ายมีสองเสียงออกปล่อยโฮไปจะไปรูปเนี่ยวัดเราต้องใจเย็นเยือนหลังนี้แบบใครยังต้องเอาไปมีตัวบ้านเราโคตรเต็ม这次我们台中荣民总医院跟同仁医院一起组织了一个义诊团，前来这个柬埔寨的马德旺省进行义诊。那我们的义诊团的成员组织非常的阵容非常的坚强，包括了九位医师，七位的护理师，两位的药师，还有其他的行政工作同仁，总共有21位之多。那我们在11月9号的时候，从桃园机场启程抵达我们柬埔寨的金边机场。那很巧的，11月9号是柬埔寨的独立纪念日。那我相信这一次的义诊活动，在他们的独立纪念日的时候，就抵达了柬埔寨，对他们的国家对台湾来讲，都是可以建立一个很好友谊的一个契机。那在稍事休息以后，其实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马德旺省的马德旺市。So clear, we must have the right to store. Right now, we don't have